粹音乐，大众广播 KISS 99.9。享受一下这首歌曲的氛围。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也要访问到这位歌手。这位歌手他待过好多好多地方哦。在2005年的时候，他在日本发行最新的专辑，发行新专辑。然后现在呢，他从新加坡到日本。然后现在他说他长期住在台北，他就是 Olivia。Olivia 你好 ，Hello 你好。我给你个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太棒了。你的歌声好迷人哦。谢谢。你当时是怎么出道，被大家发现的呢？我是15岁出道。那怎么开始，是我参加了一个面试 audition。然后从那里就被选到。然后一开始是跟一个女团体。然后过后就到了日本发展。日本以后就来到了台湾。哇，这几年的时间，将近有6年的，你出道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差不多10年吧。10年的时间了。15岁出道，对。15岁就出道了。对。哇，这时间让大家呢觉得在你的歌声当中呢可以听到许多很棒很棒的音乐，就像是最新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叫 Romance， 跟我们来好好来介绍一下好吗？好，可以。很开心我最新的专辑 Romance 已经发行了。那这张专辑其实比上一张很不一样，就曲风是比较活泼、甜蜜、愉快的。那在这张专辑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对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因为我觉得每天的大小事情就是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如果你用乐观的心态去看待这些东西，其实平凡的事也会变成浪漫。浪漫，浪漫，所以浪漫，所以呢，专辑名称叫做 Romance。那这一次有就是诠释不一样的曲风，然后有跟王志平老师、仔仔音乐伙伴，还有 Terry Lee 制作人一起合作。对，像是这首歌曲呢，《I Love Dean》这首歌曲，当时也是你创作出来的，是你写的词，对不对？词是，词是你写的，当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让你想写下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吧。整个过程中，是我跟音乐伙伴仔仔在休息当中，然后他是随意弹吉他，突然就不到8分钟、10分钟，他弄完一首歌曲，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我就知道是属于一首爱情歌曲，
那我在想怎么弄这个比较有趣一点。嗯，所以我在想，然后我发现其实当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会一直看彼此的眼睛。嗯，那眼睛很像万花筒一样，很多颜色。那这些颜色是代表很多情绪，恋爱的情绪。然后歌一开始大家都知道是慢 I love you、然后到中间是更轻快、就像两对情侣在酝酿那个甜蜜感、就是这个画面，就像是在谈恋爱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好好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 I Love Thing， 这是 Olivia 所写的歌曲，同时她要唱给所有 Kiss Radio 的听众朋友来欣赏哦。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谢谢 Olivia。 谢谢。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I love you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do. I love you.It's everything
是在专辑当中更不一样了呢，有不同样子的曲风的感觉出现之外，包括他的情绪方面呢，就好像是在谈恋爱一样。那甚至有的工作人员说 Olivia 在唱完这首歌的曲的时候，交出这首歌曲的袋子的时候，大家都说诶 Olivia 是不是谈恋爱了呢，是不是？其实这张专辑的 Romance 是在描述开始的 Romance 的恋爱，所以是比较活泼，嗯哼，快乐一点，快乐的感觉，开心，嗯，暗恋也可以。OK， 这张专辑当中，其实像我们华研音乐总监王志平老师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他说非常的惊喜，所以他说一定要收录在新专辑当中啊。所以当时老师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也很开心哦。当然很开心，因为其实这首歌曲融合了爵士跟流行，那大家可能之前认识的我就是比较 bossa nova， 对，抒情歌，嗯哼，对。那现在，然后现在。现在更多更不一样的感觉出现了，很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曲风为什么会那么不一样呢，嗯，我觉得人生总有改变，嗯，所以对我来说音乐我会很自然的跟着，嗯哼，然后你跟新的人合作的时候也会有新的火花，所以你是很愿意接受不同样子新的挑战的人，对不对？我是非常愿意的，嗯哼。